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9月28日起，关注携程二楼，我带你逛吃游重庆。红萝卜，明天，俺家看到要过年，娃娃要自由，已经不算上高考这段时间，差不多有两年没回过重庆。嗯，好吃。你放哪？第二张很不情愿的，这就是我的人生的一个。重庆好玩的地方有很多，希望大家吃好、逛好、玩好。我是王俊凯，重庆人，王俊凯。